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兰，天气一热，这个球兰长起来就是快，因为这个球兰它喜欢这种高温的时候，高温的时候它长起来就很快。大家看到没？都开始长出这个茎来了。所以现在的话，我要帮它一下，给它稍微做一下这个牵引，让它往上爬。最好用这种薄膜，因为这个它的这个枝条还比较的嫩柔软，如果用那种太硬的，可能会伤到它，这种就会好一点。因为我的这个球兰，我是要让它攀爬的，所以要给它牵引。牵引的好处就是爬上去会更快，然后就不会全部都感觉趴在这里。趴在这里的话，挤在一堆，它就不够通风。如果通风不好，天气又热，是比较容易滋生这种病虫害的。如果你是不想让它爬藤的话，那你就最好把它挂起来养，吊在那里，让它往下面垂也是可以的。这样就搞定了，今天的花园生活就到这里啦，我们明天继续。